下来，你知道是不是都下来？你端着，你这儿的没有让开通道了，整个都要移下来，从盆骨开始下去，整个的从膀胱就要开始下降，膀胱下降，拉着我们大肠、小肠，一直的所有的五脏六腑都要下来，就变成了。啊是要有连贯性，要连到，要连的。
那不行，碎了，一拜祭。好，生意再砍掉一半，力气太大，以后后面还有拍戏的呢。你这要怎么办？拍戏，来，妹妹来。妈妈听到没有？我要的，我说了半天，就是要这个效果。来，美男子先起上，就要这个，又连贯又有土龙的味道，走。好，又一个好榜样，就要这个啊！千万不要怕生硬，生硬想出来很容易，我让你藏起来，锋芒不要露，不要露白嘛。来，你先来，你先来试试，就这个效果。这是歌星唱法，他就用假音了。还有这个，舌头在里头，舌头也舌根又紧了。啊！听见他是这样唱，这就可怕了。这就是，好像还要用 TNT 炸药，要整个要炸，要请工兵来，要把这个地面上的建筑先炸掉。这就是说，不要他不会唱的人最好，我就穿的是青草，割一割就好了。这上头还有建筑。还有个碉堡在里边，我的妈呀！还是飞机跑道，混凝土又两米深，这就完蛋了。你再来一次，放松，把所有的东西从今天起进了这个门，就进了艺术圣殿，把离开歌星远一点。歌星的方法就是没有方法，自学成才，知道吗？只能唱三年，你跟我学可以唱30年，听得懂吗？慢慢数钱，不要急。张姐长这么漂亮，像你这俩，你们不唱歌谁唱歌？你们不演八点档谁演八点档？可是你们怎么不上去了？这个生意还不行吗？不成型吗？而且错了，走错路还得回来，听得懂吗？我现在先把你写错了，一张白纸才能画画，你给我涂的那样子，我还要漂白一下才行呢。你现在去漂染一下，听得懂吗？好，再来一次，来，音准要注意着，一拜七分，哎，音准音准，对，你看大家看，他的舌根紧。他的下巴紧，都在，他都猜着，他唱歌只用这一点，我们就是不用这一点，我一辈子就猜他就叫这装，我这样的装。好，您来一下，你可能会好一点，来，你试试。慢慢听，一定要出声音，走。散装的，我们要带装的，不要散装的，那瓦斯不要散装的，是吧？要桶，要装在桶里。管子，你没有管子，听着，我喝水，你再给我一瓶矿泉水，就喝吧，就喝吧。拿手给捧着水，那不行，你是散装的啊，散装瓦斯不行。一百七，哎，这算不错了，这算在路上找了个破碗给我装上去了，这还是不好听。你的声音不是这个声音啊，再来一次，他舌根有声音，舌头有声音。哎呦啊，我学错了，最好学。这里头堵着，舌头放平嘛，不用它嘛，这个没有字，光是个阿嘛，不咬字。一百七。所以我前头那个你要不过关，后边这个西和刀怎么唱？
而且这才是第一条歌，我们后边还有35条歌在等着我们。第一首歌的第一段就把声音唱哑了，剩下的120分钟怎么玩？这就叫吸着唱，吸着唱，让大家节省。你看，这个是好在哪？这个拉在哪？
定要很小声的唱，大家一起来小声一起来，有群的请先把旋律搞清楚，两面的拉西拉西拉索拉拉拉西拉西拉索拉拉再进。找不到旋律没？找不到。好，换一条歌。这个也累了。